据韩国媒体报道，杨敏硕宣布辞去 YG 代表理事一职。之前其哥哥杨贤硕宣布，因为最近的各种争议事件，不希望 YG 艺人和粉丝们受到伤害，而卸任 YG 所有职务。杨敏硕称，我认为需要整理自己的立场，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辞去长期担任的 YG 娱乐公司代表理事一职，非常希望我的决定能够成为 YG 重大崭新的积极变化的开始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